者，道场里有放生鸡，这个鸡下的蛋拿去埋掉如法，不如法，还是拿去卖掉，去买香油，让鸡也种福田，可不可以啊？可以，你想的很周到。道场里面有放生的鸡，要注意啊，只注意一桩事情，公鸡跟母鸡分开，不要在一起养。这个母鸡下的蛋没有生命的啊，它不能够孵鸡啊，这个蛋可以卖啊。如果呢，这个公鸡母鸡养在一起呀、这个蛋是有生命的啊，你卖这个蛋也是杀生啊，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。